第一流的高僧大德长老方丈们拜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为师。下面的这些录像片段是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一些高僧长老圣僧级的弟子参拜恩师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祈请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为他们说法。大家看到跪拜羌佛的这四位高僧，三位正道肉身不坏菩萨，穿红袈裟的更是大悲无量神通广大的金刚菩萨。那个啊，你看那个，你看你往你那个往你那边走吧，你看。举行佛学学术交流大会，这是一次空前盛大的佛学实践大会。云高大师的学生，他们有专程从海外赶来的，跟随云高大师修学多年，中国四大佛山之一峨眉山金顶十三代传人，现为中国佛教史站南传第一站雾中山开化寺住持普光法师，有峨眉山九老洞能调换占中走兽的老和尚果中法师，有来自江西马祖道场之一的龙居士方丈修持年仅德高望重的通慧法师，有来自高坦寺品德和神通甚为广大的永定和尚，有来自昭角寺方丈现代中国四大高僧之一的钦定法师的代表演法比丘、妙游比丘、智端比丘、眼觉比丘，还有来自其他寺院的永强比丘、永心比丘、通超比丘、通觉比丘、心安比丘、圆智比丘。参加这次盛大法会的还有海外的同学，他们有来自美国的梵太平洋集团总裁、曾任加利福尼亚代理州务卿、著名华人领袖潘思源先生，有来自柬埔寨曾代表洪森总理参加俊慧山义云高大使馆及五百罗汉坛奠基典礼的特使许强先生，参加盛会的还有四川国际友协副会长、四川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道学大家今已皈依佛门的为云高大师的亲信弟子学永新先生，以及道学学者现已一指云高大师一心学佛的武之乐先生，还有藏传佛学人士格鲁智胜、沃超措、朱姆、麦界多杰、趣杰多杰等人。参加这次盛会的同学们都是在佛学上深有超意、来自各个领域的高级领导人、专家、学者、企业家、新闻界著名记者，其中有国家干部担任全国性单线工作的总负责人，
也有全国性社团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爱国爱民、遵守宗教政策、大公无私、破除封建迷信、树立伦理道德、无私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世界和平默默奉献的优秀正信佛教徒。参加这次盛会的还有汉藏两地和海外的高僧大德。第三十多级羌佛的弟子江西马祖道场龙居寺方丈通慧长老，在南无第三十多级羌佛恩师的座下接受灌顶传大法后，现已修成肉身不坏的菩萨，并以肉身穿经供奉。这是通慧长老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级羌佛的坛城接受灌顶传法后，接受采访讲述南无第三十多级羌佛为其灌顶传法的殊胜圣境。
是老一辈老下来，确实是很长，八十五岁早已三十了。哦，你一代宗师哦。哦，今天你在用多长时间以来求法子过来？一个多小时。我在当时啊，我那啥子就是身干重带不着，身上发热，身上发热。大官，听师傅据说你来钱不到一点去了。我在缅甸，哦，缅甸去，缅甸不包航的，不是那个地方，对佛教很好。我们其他人家彩票，我们这边集团，我们哦，你老家是无锡，是吧？据我所知的话，云高大师是不轻易走弟子的。你老人家现在有幸在云高大师这里来受持观礼，我向你表示，而且有适当的感应，都要大师的报一下，我向你表示。这个是给我过去他这个做了好大的善事，人生得益，得益大的就是亲自来见到过前几。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弟子，峨眉山金顶第十三代祖师普观长老，在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座下接受灌顶，修学解脱大手印法后，现已修成肉身不坏的菩萨，与六祖大师无异。这是普观长老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坛城接受灌顶传法后，讲述灌顶学法的殊胜和无与伦比的圣境。普观法师，久仰你的大名，你都了不起啊！峨眉山的十三代传人，传人太谦虚了。今天来云高大师这里求法师观，得到大师的至高无上的灌顶。首先，我向你表示，我想请你看一看，今天你在看那个大师馆，你体会，我体会。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弟子，佛教南传中国第一站雾中山开化寺接王亭方丈果章长老，在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座下接受灌顶传法后，107岁时生死自由圆寂。11天后，有不法之人用针刺法师血管，当下鲜血流出，表法肉身菩萨之地境。这是果章长老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坛城接受采访，讲述接受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灌顶传法时的圣境，空前未有。在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说法的《戒心经》说真谛的书中，有果章长老写的后记说明。现在一直
要走了从中心那三号桥还有上坡。哎。当时啊，你要等到有个大学老师说，大学。哎，你说你老人家真了不起啊！猴子能够听你招呼，你招呼一声，他们就聚在一起。叫他们走，他们就走了。这个功夫不简单，了不起啊！这个大学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酒，坐在酒，知道他的性质去，第一个聪明去的很啊。对，遇到了是有什么，有什么感受没有？得到实在的加持没有？加上我们算是很有价值。这个手在这上就愉快一表达，我向你表示说，你在一生当中这样子的管理是否没有？老师啊，他那天在和平山我们上小火，你也是他的弟子吗？小红光光去礼拜堂，我还记得他叫我的红啊，红巴扎拉弟子。哦，你也是他老人家的。我去礼拜堂。一百个是在我们村里面。哦。就我们过去了，我啊，真是辛苦了。有嘛，是说话都说不清楚，有些大的上也是也是挺麻烦，也是我们不在上学时候，不在求啊，不怎么说，所以我的。八件路是建八地西吧？是的。哦，建八地西上三大地西了不得了。我往看，我往看，罗生地西，我这一路出名好富，了不起了不起。我是你们。还有个啥子？都谁谁把他的？了不起了不起。妈妈，有些啥？有些些。啥子新闻机？好大都是吧？我是。一九一年就是新来的。哦，到今年不是？今年是82岁了。啊，确实与众不同，能够听到凡所不能听，这个在我们人世间是十分罕见的哟。最后，我再次向你表示祝贺，能够有幸得到慧觉大师、云高大师的无上甚深的一种冠礼。这是你到养生的这修持的功德和福报，再向你表示祝贺。今天就祝贺个啥？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弟子。大悲无量、神通广大的永定大和尚，在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座下接受灌顶、传解脱大手印甚深佛法后，得大成就。永定大和尚曾接受请求，当着几十个人的面预报3个月的天气，每天分毫不差。永定大和尚并修成五雷正法掌上乘功夫。这是永定大和尚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坛城讲述接受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的灌顶传法的无比圣境。那个师傅，请问你老人家的上下和成佛运定到一定法师，你在哪个地方住持呢？你原来是高大师。我大理县高大师非常著名，就像十年法师。哦，十年法师啊，哎，你叫谁在那个龙潭的法师？哦，在不中山南塘佛教的第一代，哦，非常了不起。据我所知，刚才我采访你这几位法师当中啊，他们对你评价很高，有一些道行啊，道行非常高，神通也很大。哈哈哈。我想请教你今天来高大这里做管理，有些什么？心灵的，是。
表达，像这样子的观点在你评论中，过去我就听说你鼎力法师的很多传说，神奇的传说，说的精神演示法义，显化神变，曾经在你们大义啊叫三藏里面掌心内把一个树枝都打裂了，而且很多记者呢也去过那方面采访，那个数字是好好数字呢？270多号哈，275号是哦，我们老数字哈，哦，这个非常了不起。这个在过去传，哈，我们在《米拉日法传》看来有这样的传奇故事，当今能够有这样的，无论是西藏也好，汉地也好，都是非常罕见的。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弟子，当时在场的这位算是最年轻的严法师，现在已经是四川成都昭觉寺的方丈了。严法师接受了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灌顶传法后，在成都市新华西路19号南无第三十多吉羌佛的坛场接受采访，讲述殊胜心得。大家前面看到的这些前些年的录像只是极少的零星部分，而现在拜在羌佛座下求学的高僧大德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想尽快得到羌佛亲自接见传法，唯一只有听闻羌佛的法音，学习羌佛的佛书，尤其是要多读看懂学佛这一佛书。因为要拜见羌佛，第一关首先就要经过出家人组成的面谈组，针对学佛宝书和你面谈。
所以要拜见南摩第三十多吉羌佛接受传法灌顶，自己一定要带上学佛这一本佛书。